老板，苹果多少钱？1斤6块，加个袋子2毛。嘿，不用不用，用我的大装就行。再装点芹菜、冬瓜、土豆、胡萝卜。好嘞，我给你算钱。哎，老板，我买这么多菜，就算根葱呗。哎呀，行了，拿着吧，你年纪不大，还挺会过。这猫砂怎么不包邮啊？算了，不买这家。我去，摩托车降价了，2万也不贵。又买你了，我的宝贝儿。油价这么贵，不买了，走路磨断腿我也不买了。啊！芭比 Q 了，退不了。